好早啊。好早，我六点就起。是吗？嗯。我五点半就起来了。啊、哦，这也要 battle 一下吗？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五点半就醒了。兴奋吗？昨天可以穿穿得很累。看到抖音，看到抖音有好多人叫我插秧，那个人在笑死了。对，就这么宣传你。哈哈哈哈哈。恭喜你们剪的，我都喜欢。昨天在台下。我可以下一下黑过。唱一句吧。那歌词，歌词就很。风起万种的缠绵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会写出这种歌词的。嗯，还有几个 MV 也出了来，不告诉你。为什么这个不可以说？为什么你一定什么都要问？有我好奇啊，你不能瞒着我的好奇心吗？为什么什么都要瞒着你？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昨天很多是没有唱，我们是昨天临时编的。那你很厉害。因为觉得是，如果是音乐节的话，要顺便拍一点，顺便微信也做准备。你昨天的编舞老师需要表情包吗？我有他2000张的表情包。就你在那边唱歌美美，还旁边群魔乱舞，每一张卡都是他的表情包。对，就很卖力。超卖力，这个钱他值得赚。你需要反馈一下，杭州场还是他们？哦。终于要开几点了？好开心啊！这是你的梦想吗？小目标，梦想成真了。我的梦想是开体育馆。体育馆。那你要继续加油努力。这个是一个小目标，起点。所以我想去闯写歌的原因也是，就是要有自己的版权。下一张专辑在准备了吗？不是。你不是在闯写歌吗？要逼我。